好了，已经到了我们的结尾的最后阶段了。感动感人的时刻紧接着就在这一块了，那我们马上要先进行的，大家再欢乐一下，享受着最后的一个时刻的光荣。好，我们马上要先进行的是我们的结尾影片，那我们也可以，哎，我们大家可以先上来就坐，我们等会一起欣赏我们今天最后的结尾影片了，结尾的感性影片，我们可以坐在舞台上一起看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坐在舞台上一起观赏。好，那赶快，那他们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想要去拿去拿他们的手机来记录他们最后的时刻。好的，那大家稍待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会会进入我们的最后的感性影片时间。他们辛苦了一整年的时间，就为了今天的这场惩罚。那等会大家，我们最后还会有一个想要说的，对大家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、同届伙伴们的最后的感性时间。那我们请我们的所有的主办方们，我们武校的同学们，可以坐在我们舞台上一起观赏我们最后的感性结尾影片。好，那我们老师请播放，来，我们坐下，我们面对我们最后的大荧幕。好了，我们就来播放我们今天最后的感性影片咯。好的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要来进行的最后了哦，老师帮我们播一下影片吧。学姐呢，好，恭喜你的计划四年结束了，退休快乐。时间真的过很快，不知不觉我们加入社团快一年了，虽然有时候很累，但还是有很多难忘的回忆，也让我们有以往会有经验，让我们成长。虽然有时候你们会为了让我们做得更好，会有点伤，但我呢还是希望我们变得更好，变得更好看。如果没有你们的监督，我可能还是没有进来的，应该什么都不会。我想说谢谢学姐们，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快不行了的时候给我们鼓励，跟我们说加油，真的对我们很有很大的帮助，真的很谢谢学姐，也辛苦你们了。也很谢谢安文学姐常请我们喝饮料，给我们巧克力，还有在我们惩罚的时候送的花，在前一天也给我们很多鼓励，谢谢你们，我真的很喜欢你们。谢谢学姐们快一年以来的指导与照顾，我们基础都很烂，但也谢谢你们从来没有放弃我们，祝你们学校统筹顺利，拜拜。会帮你们拍照。在这一年都有学到很多，进步很多，然后要一直喜欢在台上跳舞的感觉。虽然这次我们没有一起跳到舞，但是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一起站上舞台。然后你们的表演也都一次比一次进步，然后每周就是有经验到舞，然后继续加油。我很喜欢跟你们排舞的感觉，也很喜欢你们认真的样子，要持续下去哦。辛苦了这一年，一定有收获。我也很喜欢跟你们排舞，希望我们之后还有机会一起跳老人。祝你们退休快乐！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师大同乐舞，恭喜学员们要退休啦！你们进舞社这两年来的辛苦呢，我们都有看在眼里。然后去年的8月2号，还看到你们在新歌节的台上当小高一，没想到今天你们跳完就要正式的退休啦！祝你们退休快乐，爱你们哟！
虽然我不太常出现在你们的视野里面，但是我真的把你们当作我的干女儿在看。那我也希望你们毕业以后可以就是当一个大家庭，然后也不会有什么隔阂。大家好，我是干女儿阿芳，恭喜你们惩罚结束了，赞！也恭喜你们退休了，退休快乐！很开心在台遇到你们，然后也恭喜你们撑过了东关厂啊、外营啊、阿里不打的三十营高校，很猛，真的！你们三个人真的很猛。然后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生活能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、万事如意、大吉大利。好了，真的要记得验我，还有多多吉。没有多多局，就去睡觉。好，真的退休快乐。别烟动，退休快乐就快乐。辛苦了。耶，十六辛苦了。辛苦了，不要再 OK 了，你最会 OK 了，别烟动。记得去复健。可以教我怎么睡觉吗？你那脚。耶，林悠悠退休快乐！快点，我们要出去吃饭。要读书，该读书要。什么叫？没关系，读书没关系。什么叫做只可以练武不用读书？算。哇，什么意思？虽然我觉得这样也不错，但是还是要读书。真的，记得存钱，不要再蚊子咬。哎，还有过敏，退休快乐！爱你哦，辛苦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刚一。首先很开心，就是刁妹让我认识你们，就是可以这次帮四大同排舞，不管是大和或者学弟妹。那我觉得我一直都对四大同就抱持的就是 hip hop 很厉害，对，因为毕竟刁妹的学生。那这一次教，我觉得高一这很可爱，对，很可爱。对，虽然一开始我都有点小凶，但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到最后一次表演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你们进步超级多。然后再来就雪阳姐，我觉得你们很棒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上你们课你们都好幽默，好好笑，跟刁妹有想到，对，那不管怎样，惩罚顺利，加油哦！惩罚终于结束了，有没有随便跳一跳？随便跳一跳就不会紧张了。到最后阶段应该很多人讲感言嘛，我就不要讲这么多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以后请继续加油。就是谢谢学长，就是教我很多的 freeze， 就是让我高一的生活没那么无聊。然后也谢谢周炳武晚上陪我吃饭。谢谢学长，就是教我们很多东西，然后呢，然后也很照顾我们。哎，不是第三个。啊，对。哦，谢谢各位学长。虽然说你们教不了什么东西，我还要教你们的东西。然后你们有时候很靠背，但是呢，你们有时候跟我约练，还会帮我想一些套路，所以我很感动。就这样，谢谢。救命哦！我想谢谢学长姐，就是教会我不只是跳舞的东西，还有一些经营社团的道理。好。还有这些，我们这些空下来，他们愿意空下来的时间陪我们去夜店，我很感谢他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江的副社长甄怡。然后大家好，退休快乐！在朋友这块，我觉得很真诚，就是很真诚去对待每个人。这个角度是有因为多了一些其他东西，但大家其实都很像你，就是对我来说，你是个很真诚，然后很善良，然后会为别人着想，然后很照顾朋友，对。但是你很开心。付出是好，我觉得自己你跟我讲了很多啦，就是觉得你很辛苦，然后很努力去想把这个社团撑起来，然后也很努力去带弟妹什么的，然后我觉得你很用心，然后真的做的很有心，很认真，很有心，然后很努力想让你的心做好，可是你都做到了，退休快乐，爱你们，爱你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退休快乐！反正就是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一年认识你。辛苦你在社团上面要去动大小的事情，不管是跟何武比较好的事情，或者是社内学妹的事情，我统计反正就很多很多。反正我真的觉得你很辛苦，然后这样你又是个很负责任的人，所以你不会放任这些事情。反正就是我知道你常会因为社团的事情压力很大，或者是很多事情都自己担。反正就是我真的觉得你很辛苦，加上还是要讲，就是真觉得景文乐不是靠你才会撑起来的。对，然后反正就很开心可以这一年认识你，然后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。
安真是我这几年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也很开心和你合一支线带我。爱你哦，退休快乐。我是张家豪的朋友，是双胞胎。首先恭喜你退休了，但是干你真的是很挺的朋友，而且你对表现很好，真的。虽然你跟我一样烂水过头什么的，我其实是没有安静的一天。就是你其实真的很辛苦，就是你上岗后基本上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你在处理，就是你也知道你原本有去公关，但你现在就是跟很多人最好的就是你就是大家的开心果。然后那怎么讲，我觉得你很努力，然后不管对待什么事情，不管是跳舞还是那种惩罚的事情，虽然你也是跟我一样睡过头，但是你对朋友也真的很用心，就是虽然平常就很搞笑开跳，就跟你在一起就是很开心的，相信大家也都是这么觉得。就是终于退休了，这件事情很大日子，我会好好剪辑。虽然这也是预录的影片，你在台上看感谢你朋友才能用的两包卫生纸吧。反正就是希望你退休快乐。Hello， 张家豪是我。首先祝你退休快乐啦。然后你今天真的很棒，就是我知道你会很棒，所以赞赞。因为我们两个其实，在日常的时候就已经会把压力啊，然后好的坏也都已经跟对方讲了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还是想先跟你讲一句，辛苦了。就是这段时间你真的承受了很多压力，而且你舞也接的蛮多的，但是我觉得你都完成的很好。然后我真的很幸运可以在舞社里认识你，就是我觉得每次跟你玩在一起就是都很开心。虽然可能因为准备升高三时我们俩都变得有点暴躁，但是我还是很爱很爱你，你对我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。而且我觉得你平常也很照顾大家的情绪啊什么的，因为都是大家的开心果，就算你自己可能心情很不好，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小太阳。好，反正就是我真的很爱你，就我们两个这么贱这么贱的一夜真的遇见对方了，我天，反正就是爱你啦。然后退休快乐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江湖的朋友，希望是那我就是那不要告诉我要换号，因为准备很久很辛苦，我知道。然后我给你一条欲望教室，告诉我哪教会打你，不知道那超贱，那还是爱你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家豪的朋友，恭喜你退休了，然后很高兴在六五社可以认识你，就是真的我们真的是因为六五才认识的，谢谢六五社。然后这一年都辛苦你了，就是我看你都是艺人社团，然后还接很多支舞，但是你都表现得很好，就是很替你开心，然后祝你退休快乐，爱你。唐家豪退休快乐。我真的觉得我们太晚认识了，你真的跳舞很好看，然后人又很好相处，然后又真的很疯，你很好笑。等到我们到了大学了，我们在一起喝老人舞，我要找你一起跳一样的，然后我们还要一起去杜派选唱课，说好了，退休快乐。Hello， 我是林雨堂的朋友，游行客串，祝你学测可以考到你自己想要的学校，然后可以跟男朋友走走，然后退休快乐，还有你身体要好一点，不要再一直病。爱你哦，爱你哦。Hello， 我是周雨辰，我是邱国生，恭喜你跳完成他的。要退休了，很棒，辛苦，这段时间辛苦了，交了很多学弟妹，然后你也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，不管是插曲，或是反正就是有好有坏，然后你都撑过去了，真棒，希望你每天都很开心，不要心情不好，不要身体健康，不要生病，退休快乐，拜拜。另一张他平常成高了，真的是辛苦了。你要完成了一个高中的里程碑，很快接下来你要面对到最重要的学生，希望你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学。然后那我是会让你就是觉得太累，然后身体也变很差，但是你还是就是多坚持下来，虽然还没有看到你的惩罚，但是我相信看你惩罚的时候你会哭出来。好，未来我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陪伴，不管是在舞台上生活中还有学生，我都用准或后准爱你，拜拜。看起来更坏，但是慢慢的把我教会了。感谢。
写的较好，一开始我上下律动怪怪的，然后还会做，然后学长姐立马就找我上下律动，虽然我现在还是没有跳的像你一样，但我们会继续练下去。真的很谢谢长姐每一年的教导与照顾，有时候还帮我处理一些事情，对你们有很多新的经历和体验，对你们每一天要这么忙，然后抽空出来涉猎什么的，虽然可能没有像长姐那样厉害，可是我会继续加油，超爱你们。谢谢张姐的智慧，在我们刚进社团的时候，他们一直在教我，随心动作的时候也会一直帮我们纠正，在我们有时候跳跳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。谢谢张姐的这一年的照顾，谢谢张姐这一年的照顾。刚进来的时候，张姐都很积极，有时候什么错的动作都是把我的动作来做，在训练的时候也会耐心去做。在这一年中，我们经历了很多，很感谢你们教我们的所有东西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追上你们的脚步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最后祝所有的讲解们开心快乐！嗨，我是博客，现在是你们感性时间。我在邱永宁跟江海柔一定在哭，啊，连子成跟林毅你们哭了没啊？我那天要盯着你们哦，就来盯着你们。反正就是你们今年带社团跟弄惩罚真的辛苦了，看得出来你们很努力的在处理惩罚中一些事情，希望你们明年还能继续跟我们继续跳舞，加油，拜拜。王新宇退休快乐，我觉得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应该已经在大哭了，没关系，我来感情一下，就是很开心这一年可以认识你，我觉得你跟我性格超像，就是都很敏感，很爱想很多，但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，希望这一年的回忆对你来说是开心的，虽然里面有很多不好的回忆，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是一个对跳舞不管是任何事情都很用心的人，希望你可以每天开开心心，不要再烦恼那么多，然后希望我们不要断联，我们还要一起去玩，然后还要一起在路上发疯，我们两个真的是最疯的人，不可以断联，惩罚加油，你做到了，退休快乐，全盖完。王新宇退休快乐，这个全盖完就是不管是接干后还是反正是这两年来，我觉得你真的受了很多委屈，然后很多不甘心，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平常在小站真的就是有负面情绪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心疼你，就是可能让对我自己身体很不好，就是我看到你现在变得很幸福，而且比以前快乐，就是很为你开心，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，就是你真的很好，很有责任心，然后你很漂亮，然后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看你在台上发光的样子，就是我很难过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你我都会就是哭哭了，就是很谢谢你愿意听，愿意听我讲很多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还有男生有很多细节，就是很喜欢，很爱你，就希望你之后可以一直从我的那个目标前进。Hello， 我马上，相信你会说，就是未来大家都会非常非常努力，我们都很努力，而且我会跟着快哭出来。还有在还有对我们保持一切温暖心态，那是为你们努力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过去都是为了自己着想。然后在父母亲的辛苦努力过来，或者身体和心灵都很坚强，但是你的个性都很棒，很厉害。退休快乐！快乐！全干完，哇！一句话，他退休了，记个。
恭喜你退休，退休快乐，退休快乐。Hello， 王星，恭喜你撑到现在啦！你一个人撑下整个社团，真的很棒。不管过程怎么样，但是还是到了今天完成了这场惩罚，你很棒哦。我们从国中认识到现在，暂时都没有，就是没有在同一个高中，但是只要对方有活动，都会去支持对方。很开心能遇到一个朋友，退休快乐，爱你哟。我是一娃，我帮我是奥运兵，让你跟你说退休快乐。这一年很辛苦，就是从初当兵，因为他们尤其是三十岁高校那段时间，我真的很心疼你。就是你，就大家都很忙，可是你也要去承担一些不是你造成的问题，更就是一些压力什么的，然后还要去解决。但我忍住了，很好啊，相信自己。虽然你一直都是追求自己的人，但还是要相信自己。跟你相处的时候非常开心，因为你真的是蛮超的。退休快乐！之后，当我们大家都退休都没有了以后，尤其出来什么的，然后你要去学习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星宇的男朋友，我的外星终于把惩罚唱完，我想要恭喜你撑过去的，这段时间真是很累很辛苦，我有看到上了这么多场惩罚，然后接这么多次台舞，然后还帮了许多人，真的是很多人一方你，我在觉得很优秀，是我的骄傲。但呢，我一直惹你生气，一直做一些蛮牛的事情，我想好好感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陪伴，然后给我的支持跟鼓励，你给我的感觉是其他人没办法给的。现在退休了，首先退休快乐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，好好读书，准备考试了，我们也许又会有多一点时间可以相处，我真的很珍惜你给我的一切，我真的非常珍惜你，退休快乐，我很爱你。嗨，我们这样啊，这两年你辛苦了啊。高一的时候你就很让我不放心，在高一出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想到铁杆，最后礼拜之后其实很开心的，然后还比未来有一点有干的，然后能撑下来所有，能干到还是挺。退出的时候，我也是蛮心惊胆战，不能慌。但是你最后超棒的，真的超棒的，你高的时候我觉得超级棒。我是江瑞，我是江瑞的学妹。恭喜学姐终于要退休了，这一年也是你一个人辛苦带我们，然后还要撑起整个社团，然后有时候还在你面前喊累，但相信学姐吃过的苦一定比我们还多，也一定受过很多委屈，所以这一年辛苦你，你也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然后希望学姐退休之后可以快乐更幸福，然后好好准备统测。想跟学姐说，虽然有时候会惹你生气，但是你还是会一直包容我们，问我们最近怎么样，还好吗？所以很谢谢学姐，然后也希望学姐退休之后可以更开心、更快乐，然后好好休息。学姐退休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江瑞，我是江瑞的学妹。恭喜现在学姐终于退休了。然后之前在这一年里面那么照顾我们四个，然后也很辛苦，但好在这个社团里面也感觉很大责任，然后一个也撑过来，然后也承受很多你不该受的委屈，所以我们都知道，好像很幸福。然后谢谢你在这个社团里面照顾我们，不只是用跟跳舞还有基础上面的事情，还有很多都是态度上。然后也很谢谢你，不仅会让我们上表演，然后也让我们多了几场惩罚可以跳，然后让我们多感情可以在底下帮我们讲。然后希望之后退休可以好好休息，然后好好照顾身体，天天开心的幸福。然后退休快乐，爱你。谢谢江瑞，这两个学妹，我们学姐终于退休了。学姐一个人真的很辛苦，她一个人要带我们这群学妹。我们还一直在很累，但是他是为了苦，绝对比我们还要多受委屈的事。目前学姐在忙碌的情况下，抽空时间来为我们这几年怎么样来关心我们。也要谢谢学姐能够让我们提早见面，谢谢他一直为我们着想，为我爱我们。那就退休快乐，同学们，退休也要好好休息，准备去学车了，继续跳舞。我们爱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见面。然后我最喜欢我这样的学妹，谢谢学姐一直以来自己的冒险苦难来跟我们成长。幸好我跳的时候很好看，跳的时候放松，跳的时候还有自己的能力，那么认真的教我，别放弃我，谢谢你把我带上来。学姐退休快乐，我爱你。Hello， 祝我们学长张恒伟学长退休快乐啦！好啦，谢谢你这几个月，不知道几个月的照顾啦。虽然你好像都没有来看我，但是我还是一样爱你的。还有就是希望你可以退休之后多回来看一下学弟妹，然后。不要太常熬夜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然后我接干，我也会尽量不要让你担心啦，尽量。好，然后我都会好好练舞的啦，真的。然后就大概这样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张宏伟，大背光。退休快乐，退休快乐、啊，辛苦了。虽然高一的时候觉得你，虽然高一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你真的是很可怜，但是我觉得讨厌你。但是之后你还是很配合我们，还有龙哥三十年。我们那时候找缺一个和无效、哦，你就直接答应了。是谢谢你们，谢谢你啦。好啦，不要再气胸了。好我们精彩的结尾影片就到这边。那在这之前，我们会进行要最后的感性时间之前，我们大家先一起拍张大合照，怎么样？
好不好？我们先大家一起拍张大合照怎么样啊？还是你们觉得现在哭得很丑？还是你们其实还没哭？我们先来拍张大合照怎么样？来来来来，我们要面对哪边？好，我们面对前面，我们面对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那我们来拍一张最后的大合照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来，我们往中间集合，我们往中间集合。来，我们中间集合拍一张最后的大合照，然后等会就要进行你们最后平常不敢说的话，趁现在就可以把它说出来的感性时间。来来来。来，我们大家集合一下，拍一张最后的大合照。摄影师，摄影大哥 ，OK， 来来，大家拍一张最后的大合照。来来来来来，他们可以往中间集中一点，我们往中间集中一点。太开了，对不对？太开了，我们往中间坐一点，我们往中间坐一点。对，我们拍一张大合照，没有做这么开的。完了，对，往后推一点，往后推一点，稍微往后推一点，往后推一点，往后推一点，推，哎，这谁的眼镜？来，往后推一点，往后推一点，然后我们再往里面缩一点，往里面缩一点，往里面缩一点，小心，小心。要再说吗？OK 吗？来，哎，你，我们再往里面靠近一点。哎，稍微，来，小心布幕，小心布幕，排成两排。来来来，我再往里面靠一点，往里面靠一点。因为要拍照啊，不然会摔不下啊。快点，来来来。稍微往前一点。好，帮我们看前面，帮我们看前面，来，好了，看我们的摄影大哥，看我们的摄影大哥。来，我们下面的观众稍微帮我们离分一半，会挡，会稍微，对，帮我们往左右两边撤一下。等会再回来没有关系，等会最后结尾的感性时间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再回来没有关系。来来来，稍微往旁边推一点没关系。你们板子有要先拿吗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先放旁边，等会再拿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了，看我们的摄影大哥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再一次哦。来，大家开心一点吧！三、二、一，耶！OK， 好，那我们等会最后会有一个大家这个感性时间。大家辛苦了这么久一段时间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对你的家人或朋友，或者是你的伙伴们说。那我们是有排顺序的，那我们等会可以坐在台前一起讲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顺序是阿文。常常雨涵有宁 Sarah 伟威颜柔于静以至小唐七万紫妍依林鸭肉潘潘东东易红跟周周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。阿文，来来来，阿文，我们的总招，最辛苦的总招，来来来，好，我们当然时间有限，想说的话我们尽量缩减一点，可以吗？好，
不要哭啊！我想先谢谢我的社团四大热舞，不管是张杰还是我的好伙伴张宇跟林妍柔，然后还有在舞社认识的所有朋友，像是高校大河认识的所有人，新内更新的各位，还有涂一菲，还有跟我跳双人的施佳颖。可能还有很多没讲到，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去吃庆功啊？还有元山练舞遇到的西瓜跟面包，很谢谢你们在我刚接干的时候陪我度过很开心的时光。还有中秋烤肉的你们，那一天我们都过得很开心。还有好坏人，你真的很坏，虽然你每一次都会听我讲心事，但是我是真的很感动。但可以不要叫我吗？真的很烦。还有早安你好，你们也是，你们虽然你们都是学长，但很谢谢你们都会对我这么好。再来是教我的各位老师们，尤其是吊妹，你真的很想让我哭，但是为什么你不在现场啊？为什么你没来？我真的好难过。很感谢小 Q P 网热衷阿克刚一范例，你们永远都是最好的老师，你们都帮了我好多。从高一陪我到现在，你们永远都是最好的老师，还有陪我一起办惩罚的各位，很感谢你们都会帮我，还要忍受我的脾气。我知道我的脾气真的很烂，但很谢谢你们陪我一起退休。张雨涵、李妍柔，你们永远都是我在四大红热舞一支的伙伴，永远是最好的。没有你们坚持跟鼓励，我根本撑不到现在。谢谢你们所有人，我终于退休了。总招、公关长、总务，我其实都当得很不好，但谢谢你们陪我先干的。好累，终于结束了，我爱你们。剩下的都在场看本里面了，还有好多好多想说的话，那我快要没时间了。好，谢谢我们辛苦的总召。好了，麦克了，麦克了。好了，下一位我们的厂长，来，厂长，我们是两分钟而已哦。我看到你的很多哦，两分钟而已哦。其实有点哭不出来了，但是我要先感谢我的家人，就是他们一直支持我，然后我。像什么排舞啊，缴一大堆钱，他们都会给我。虽然他们今天根本没来看，好，没差。然后感谢自己，虽然就是我从高一就是到现在，然后中间就是发生过很多想放弃的念头，但是我还是就是因为喜欢跳舞坚持下来。感谢自己，就是加入热舞社才可以认识那么多那么好的人。好啊，大点名了，方睿子。杨淑慧、吴思雨、那个叫什么林嘉明，还有曾佑林、李嘉勋，还有李彩恩、于珍妮、杨永林、王新宇、梁心，然后黄佑君，然后高成君，然后那个尤承浩跟周周，然后还有简玉彤、杨君如、郑玉翘，还有很多人呢，还有上面的学妹，还有。那边那三个华江的，还有英哥的，还有最爱的白玉君，然后剩一分钟，还有我们班的那三个，他们真的很吵。然后还有于佑真、李思雨，还有他的女朋友，还有那个一直在小跳 Amy。然后还有哪里？林依如跟王雨欣，然后反正还有很多很多人，还有陆逸轩，还有光仁的那个田就国老婆跟陈又静，还有学姐那个三号学姐，好像的学姐。然后好，要感谢你们今天来看我，但是我真的讲不了太多了。最后我要跟我学妹说，你们真的很棒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你们虽然刚进来的时候真的很白痴，但是我很喜欢你们，然后感谢他，然后就是一直陪我到现在，我真的讲不太多了。还有那个谁，好了，吴佩仪啊，我们之后在一起跳舞，徐瑞红，你不要再性侵我了。然后连婷去加拿大要想我，拜拜。
然后三十秒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小 Q 老师，小 Q 老师，就是我给你排了超级多舞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你排的舞。我希望在你眼里，我都有好好跳下来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之后还要去找你上课。谢谢老师。好，那我就下台了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好嘞，谢谢我们常常。来来，那我们下面一位是我们的雨涵。雨涵，雨涵，来来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首先，我要先谢谢我的爸妈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就是他们就是谢谢，感谢，然后还有，还有蔡振宏以及徐月周慧欣，然后还有那个他们有来啊，黄金苹果六刘志仁啊，所以其他人来了我不知道，然后还有那个高一和五校大理五爷，然后还有廖新宇。花瓶瓶，还有那个大力五言，然后陈佑明，然后还有我们学长姐，还有伊安，还有林婉，还有他们其他人都走了，然后呢，还有表妹，所以她今天没有来，睡掉了，她没有来，笑不出来，然后还有一晨啊，然后还有一晨，虽然他应该走了，好吧。一直很帅，然后还有屁王，我以为他今天不会来 ，Oh my god， 差点哭出来。然后还有就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就谢谢我们的雨涵了。那我们下一位就给我们的佑宁。哎呀，还没开始，没事。我爸爸给我一支钱。没事啦。我们自己啊，每次电话回家都很晚，我爸都来载我载你，所以你肯定不能来到我这里。我爸爸。最后的怒吼啊！然后张华强今天好良心，你们真是我三好朋友。然后王心怡，你打工不能来，但是你早上特别来送礼物给。
最后二十秒哦。还是来了，然后黄子琪谢你送我东西，然后侯贤伟那个真的太感动，然后嘉瑞豪送我1680的骰子，你怎么定得下去？有病！然后还有文豪，我现在跟我学弟妹，然后不知道啦。好了，时间到了啦。好，我们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是我们的 Sarah。我要讲的有很多，但是走走我就先不讲。好，首先，好，首先我要宣誓。首先我要先谢谢我自己，就是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每天练习，然后每天自己站场，然后吃了快一年便利商店食物，然后每天到第四节还有第八节课的时候把东西吃完，然后反正高一的时候虽然我一个人参成，但我真的很认真练习，然后我同时也要感谢彭蒙娜的大家，尤其是王一琪还有杨维尼，他们都很照顾我。然后高二的时候虽然我变一个人，但就是我还是很尽责，然后我也把学妹带得很好。然后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，然后我现在过得很好。好，再来就是我想要谢谢我的家人，就是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，他们今天都有来看我表演，他们就一直很支持我玩社团，就算我每天都玩到很晚，然后隔天不去学校，但他们还是不会骂我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很开心。然后我妈妈会给我很多钱，然后把就是不管什么时候，就是都会载我去，不管多早多晚，然后他们也都不会骂我。然后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支持不只是金钱上，而是说精神上的支持，所以我真的很幸运的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就是我觉得这是我遇过最幸福的事情。我真的很爱我的家，还有我姐姐，就是知道你去其他县市念大学，你也要常常回来找我。然后再来，我想谢谢我的学妹，然后谢谢我的学妹，就是谢谢你们，就是一直很认真，然后也没有让我很担心，然后你们也是我的骄傲，我真的很信任你们。然后最后想谢谢这个舞社，可以让我认识到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包栋民宿，我爱你们。然后披萨，我永远爱你。然后还有我的特务校女特务，就是我们真的很团结，然后这也是我社团生涯里面最喜欢的一支，我真的很爱你们啊。然后我们还要去吃庆功，还有欲望就是我最爱的偶像。啊！你们真的是一群贱逼，我们都是贱逼。然后五岁让我认识最重要的人高磊浩，就是他真的很白目，但他真的很爱我。然后虽然我们俩一直吵架，他们不会放弃这段感情，我要继续跟你们。然后，还有很多没有提到的人，我回家再补。你们都要看我贴，我回家再补。然后我终于退休了，开心！我讨厌这个社团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啊，我们。我讨厌他。好，那我们先麦克风交给下一位，我们的伟伟。伟伟，伟伟。我要先感谢我的爸妈，然后虽然他们没有来，但是他们还是很支持我跳舞。就是有的时候他们都会骂我乱花钱，但是他们也不会阻止我，而且他们也很支持我。然后再来，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学长郑伯成跟潘彦成。虽然我高一的时候就很常翘练，然后他们都还是不会放弃我，但是我都选择跟另外一个人翘练，然后我现在非常的后悔。然后再来，我要感谢我高二才变熟的包栋旅社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的高二的生活就不会那么的多才多姿，也没有那个颜色。
然后我要谢谢，跟我一起合舞的，龙哥舞跟 Melo 舞，还有欧佑林、马修跟庄玉山。虽然我这场惩罚没有放，所以我很对不起，我爱你们。然后也很谢谢你们来找我合舞，因为你们也会给我一些支持跟鼓励。然后欧佑林虽然走了，但我还是想要讲，就是我们之后要一起去好好吃东西，然后去买一些很好喝的。我们之后还是要一直在联络。还有马修，就是你很可爱，也很邪，我很高兴认识你，有那么好的朋友。然后再来，最后我想谢谢我的女朋友，虽然我跟她真的一直都在吵架，然后她真的也很讨厌，她真的很会发脾气，然后。但我还是很爱他，虽然我们常常一直吵架，但是他还是一路陪伴着我。然后他有时候真的很讨人厌，我真的很讨厌他。剩20秒，好。好了，他很可爱了，但也只有这样而已。然后最后就是我退休了，谢谢大家。然后还有我的学弟蔡成哲，虽然我都没有去看着你，但是如果你之后有弟妹的话，如果你有事情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叫我去帮你带，我会帮你看的、啊。好了，加油。好了，那么加油，然后我退休了，你上班快乐。好了，把麦克风帮我们交给我们的颜柔，来帮我把麦克风传过去。传给我们的颜柔。喂喂，我想先感谢今天所有有来的人，因为我知道今天很少人可以来，然后还有所有很无效。有大理玩大蛋，还有传承舞，对，西山，还有廖信宇，还有白宇君，还有施佳颖，还有杨俊儒，还有膝盖，然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，因为这场惩罚要花很多钱，然后都要一直要钱。然后还有屌妹，虽然她今天出国不能来，可是她有录那个什么感谢影片给我们，就很感动。还有什么？还有留到最后的林婉玲，还有那个谁，团桥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退休了，不知道讲什么。好，那我们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余真。余真。对。我好紧张啊，我怎么办？没有没有，哭。开始讲了吗？已经开始了吗？想当初去年也是这时候惩罚，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年，也当上学姐。虽然这中间很累又很辛苦，但很谢谢陪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让我有动力可以继续练舞。高二第一次表演是最盛大的30连表演，每天都排舞好几个小时。那时候都快12点到家，但也谢谢那时候我的合舞好伙伴常家豪跟林宇堂。哇，谢谢，那时候有你们真的很开心，是你们让我有动力继续练舞的，很开心。那时候我还是很爱你们的。之后也参加了高校，是个很特别的体验。然后接着最后一场大表演就是今天的惩罚，
很谢谢你们有来的朋友，有你们才会有今天的我。谢谢你们无条件的支持我，也谢谢之前一起喝舞的人。跟不同人排舞真的是很新奇，很开心。最后也要感谢我的爸妈，从一开始的不支持到后面会来参加我表演，每一场都没有缺席。谢谢你们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。今天终于正式退休了，虽然我常常没有去团练，学妹的感性影片也没有录到我。学妹，你是不是忘记我了？但是到现在你们已经要升高二了，从一开始你们高一，你们从高一带你们到高二，虽然我到后面都没有去，可是你们今天看你们表演，真的觉得你们进步真的很多，很漂亮，很棒。之后乐舞社就交给你们了，就好好的开心大跳一场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那我们下一个棒子就交给我们的椅子，把我们交给椅子，椅子在哪里？来来来，帮我往那边给他。来看我班的所有人哦，啊，然后我要先讲，干，我终于退休了，干超爽，然后还要谢谢今天跟我跳的何武校、佩佩，然后凯智、素兰，啊，你们在这里，博客，然后石头兵，然后吴秉哲，干他跟女友走了，然后崇山跟树林的，他们也走了，算了，我不管，然后来看我的柚子、乔乔、阿蔡基，啊，也走了，算了。还有谁？因为我讲了，我讲了。等一下，最后压轴。然后弟妹们今天跳得很好，干。没有放炮，放炮是你们学姐。然后还有陈伟仁、陈博翰、邱子阳，然后还有许宁馨跟陈佳宇好像走了，干我也不管。然后谢东浩有来哦，安德那里。然后再就最紧的就是我学姐有来，然后。学姐又来，我有看到你。然后佑一老师没有来，但他要说要吃庆功，我很爽。然后毛巾老师也没有来，你好了啦。然后还有谁啊？啊，然后谢谢今天跟我一起跳的陈八校们，还有安乐干唯一四个，另外11个都不知道在冲三小。他们真的有够累，干15个射链。4个到不了，剩下11个都到不了，到底在干嘛？我真的不懂。就你啦，那个器材，你带过几次音响？都我们带。还有谁？还有谁啊？我骂完了。哎，对，他很想走了，但他有来，我蛮感动的。可以。啊，多赚了一支舞干，免费好爽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多了一支舞，好爽。然后我闭幕没有放炮，但我开场放炮了，对不起。剩20秒哦，剩二十秒，好，讲完了，好，那你帮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小唐。那小唐，因为我们的7万想要把时间给你，所以你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，OK 吗？好。好，大家好，等一下哦。谢谢谢谢，大家好，我是整个热舞社出席率最高，但只要出包就会被骂被嫌烂的地社学姐。我的主社团是班联，但是我搞好像热舞社才是主社团，对不起汪伟成。谢谢林奇轩、李玉兴、汪伟成、邱博生，你们的爱真的跟用心真的让我很感动，然后也觉得很幸福。有重要的你们来看我，我就可以很有自信的去上台表演。你们是我的精神支柱。然后谢谢常家豪，我的共患难宝宝。我知道我不像外校朋友一样跳得很好，也没有办法处理外校的事情，但是我很努力的分担事情，不管是学弟妹的事情还是学校的事情，每次你睡过头都是我一个人带。然后我也很努力把自己的部分跳好跟做好，
如果热舞社没有你的话，也撑不下去，也不会那么多人知道景文热舞。辛苦你了，常家豪，退休快乐。然后我一直都不后悔加入热舞社，只是常常会觉得自己做那些努力能被理解。或许我有很多没有处理很好的事情，但希望你们还是不要把我当成爱生气的白痴。我真的很尽力了，我从来没有变过，只是一直希望我们大家可以越来越好。然后谢谢所有帮忙排舞的老师，我真的跳得很烂。然后谢谢和舞校们，然后学妹你们真的很棒，就是真的成长很多，虽然还是很像小朋友，都要人家提醒要当保姆。然后还有谢谢 YU， 高一的 YU， 高二不谢谢你，高二很靠北，你去补习。然后还有谢谢曾经很多很好的朋友，谢谢你们陪我度过很多重要的时期，虽然我们现在应该有很多误会。然后谢谢金欧朋友，我爱你们全部。然后还有学姐们，我讨厌你们，你们这鸡巴，然后一直找我麻烦，我一个人是能做多少事情啊？什么事情都丢给我，觉得我一定要做，啊，怎么不骂别人啊？媚男的都去死啊！干！我一个毕设的，你给我当官长，然后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但学校的事情全部都我打，还要叫我扶持社长，社长就已经扶持了，但是还是叫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多。我是班联副主席，不是副社长哎、欸。在越南不要回来了，你适合待越南，不要回来了。还有分科的，结束了吗？结束吗？好，那我们下一个交给我们的子妍。谢谢热舞社，让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，希望我们可以当一辈子的好朋友。谢谢。这么快，这么快。好了，那下一个就跟我们的依琳。谢谢彭云奇拿了相机怼着我，真的很感动，你这样很漂亮。好，那帮我给我们的依琳。依琳，依琳在哪儿？好啊，我没听到，有声音吗 ？Hello， 哦、oh, 有哎、欸，我听到了，真好。好，反正就是我今天超累，我什么东西好了，我有带东西，但不重要的东西全部都带，然后重要的都没带，然后直接一个超烂掉，哦、oh, 对不起。然后那个就很感谢，就是他不见了。那个就是很感谢家人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看到家人，就是他们每个人一到一半都突然家庭革命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跟我比较起来，我比较幸福一点，对，就近乎无条件支持我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对，然后还有刚刚对那个状况，我整个大哭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哭不出来，很难过。对不起啊，好，对不起。就他们每个人看到我状况的时候都是先安慰我，我觉得就大卧薪，好，大卧薪。对，然后那个我们社长，我们社长很扛，都扛，他扛，他已经扛了两个还三个家长，连续一个礼拜。对，真的很强，真的很强。然后也就是感谢公关长，好不好？要让我们有现在这个机会。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另外一支舞员，虽然他每次都给我在那里说打工，或者是他妈都不见，真的是很夸张。哦，谢谢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学弟妹，那个黄慧珊，那个
稳定，好不好？稳定，小心一点，注意一下现在，注意一下现在的状况。然后，那个郭伟翔，你的人机吧。然后那个云臻，对你，怎么说呢？特加油，没事。剩二十秒哦。那个，还有武校说了，我觉得你们都非常好。然后这个，好，博客，我爱你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佩佩，你真的，你真的，你会做事情真的很多，我觉得你帮了很多忙。然后那个凯凯，我觉得，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在一个外校看到那么多有，怎么说呢，有奇怪话题可以聊的。剩十秒。素兰的话是我第一个认识的人，然后对，在这支舞里面。然后Snow Bean的话，其实我一开始对你没有到太多印象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神奇的定位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比我高一届的人，然后出现在这个地方。对，然后再来是蔡蔡学姐，我觉得你有办法，就是把我留在学校是，我对留在这个社团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肯定我从国小到现在的。然后我们时间到哦，换一个，要下一位喽。对，然后那个再来是优一老师，就我觉得他就是他编的舞有很多好东西。好了，那我们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下一位咯，交给我们的鸭肉。就是我终于退学了，我好累啊！为什么他社长那么累啊？为什么我要处理一堆鸟事，我不好好跳舞就好了？明明学姐跟我说其他干部会帮我，根本就没帮我，这五个人都去哪里？然后我想要谢谢李幼全，他虽然不会画板子，但
信时间呐、啊，然后还有很挺的连子成、林依林、陈友宁，然后还有陈千羽、林家珍，然后实挺的林毅，然后光能的陈又进、梁心，然后还有军军团乔成员张泽奇、子瑜，我们的大肠包小肠，这次我真的超难约，我每次要约你们都说没空，根本就没到齐过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要把麦克风交给下一个啦。还有佩佩、潘嘉雪、王胜凯、吴秉哲、斯诺宾，交通警察真的很好看，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他们合舞。然后还有二学姐、陈嘉悦、蔡琴，然后还一大堆有没了，都我讲不完。然后还有我妹，她现在装饰很漂亮，可以看她一下。然后大合舞，我真的很发疯，为什么大舞跳不会好好跳？为什么你们都要玩呢、啊？我真的想要把这支舞跳好。然后我终于退休了，谢谢大家，安乐乐舞社长退休。谢谢你们礼物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再把麦克风交给下一位，我们的潘潘。潘潘在吗？来来，那就换你了，交给你了。Hello。那就那个全部唱完，就是现在来啊。就是喜欢你这一支，很好玩，大家也都跳得很好，差不多吧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就给我们的东东。投送你们啊！啊，反正就是我跳舞不后悔，然后不后悔遇到这些人，然后不后悔遇到这些。好朋友，不后悔遇到这些老师，然后不后悔遇到这个鸡巴，好，然后谢谢各位，下一个 ，OK， 那我们下一个就给我们的易宏，很谢谢 Yoga 老师带我们跳喜欢你这支舞，还有晨晨在表演前临时帮我排一段开场，然后很谢谢跟我合舞校的朋友们，还有教育。好，换，那就下一位了吗？我吗？周周，最后一位了。OK， 交给你了。我没有什么想讲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有跟大家应该以后都还会联络，还好不用特别感谢什么。然后特别感谢两位老师，晨晨跟 Yoga 都会陪我谈心，然后晨晨都会冲高一就教我跳舞到现在，然后还有很想要。感谢一个人，就是仔仔，他一直陪我跳舞，然后他没有办法帮他惩罚，所以我让他讲点话。你不是说你想用吗？那我就这样 ，peace 哟。没了吗？好，那恭喜各位，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，你们也谢干了，恭喜你们。好了，那就感谢你们今天大家的参与喽。那你们等会想要各自清空或拍照，大家都欢迎。那就我们就先把场地先稍微清空喽。恭喜你们！